哇！我相信你哋啱啱咪都睇得唔够清楚啊！不如我哋叫佢再跳多次有冇啊？好，好似刚刚的声音呢，他真棒啊！还是谁啊？哇！看见没有？看那个群姑娘没有？对。咁我哋慢慢解释俾大家听下。咁我哋嚟咯喎！첫박교수님찾으시고만남때부장기에서너무어려워해주시면되고요咁跟住住我哋头先嘅手法啦，咁啊第一抽嘅时候咧就系要点样举话，跟住咧见到嘅时候应该点样举，咁样大家可以跟随啊。맞습니다그리고설레는표정까지있으시면안됩니다咁亦都要系一啲嘅兴奋同埋紧张嘅表情喎。